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八月七号嘅《啤李漫步》。咦？今日嗰個 backdrop 竟然係呢個馬道郎，我講仲冇準備講委內瑞拉添，我都因為我冇睇到個 backdrop 啊，咁啊早知就話講下啦，不過都係即係作為我哋偉大祖國嘅老朋友咧 ，friend 弟啊，都係好啲，有啲唔係幾 online 嘅呢啲牌，即係好似啱啱我哋琴日講過嗰個孟加拉嗰個女總理啦，哈希娜哈唔知乜鬼嘢啦嚇，咁啊都好嘅係嘛。改朝即係有時做得耐，咪當唞下咯。好啦，咁今日阿正咧就去咗睇波啊，呢個馬體會對波，係啊，傑志對馬體會啊。咁啊，風水豪會嚟頂一頂嘅，咁我哋盡快啊講新聞啦，因為真係哇，我真係攰得好緊要啊，唔知點解。你咪用緊嗰個咩嗰個特博？我有啊，但係我因為我瞓得少啊。其實你晚晚睇奧運咩？唔係喎，我其實我早起身啊，即係六七點啊起身，咁啊梗有啲攰㗎啦。咁我晚晚咪咁講㗎啦。各位，我今天終於想到呢我那支人人水呢已經是就嚟會去到我手上。我終於想到呢怎樣呢將它捆綁式銷售。捆綁式銷售。係啊，梗係啦，就咁賣俾你哋，點我賣酸咁樣變冇啊，係嘛？咁到時我會跟大家即係講㗎啦。OK。咁另外呢就是咁樣我要講啦，因為十三妹就冇做啦，係嘛？咁佢自己有發展啦，咁我哋都需要請人嘅 ，OK， 咁就我唔知講唔講得咧。如果請男女條件啊，咁嗰啲係咪犯呢一個咩平等平機啊？即係講年紀，梗係會啦，會㗎，會。你話淨係請女人唔請男人就會咁 ，OK， 係咯。咁我意向係咁嘅，但我唔敢講得啦，係嘛？我意向亦都係有個年齡嘅，因為我覺得咧後生啲嗰啲咧。即係所謂後生，我嘅後生都廿幾、卅幾，都係後生㗎啦。咁佢可能會即係識得比較用IG 啊、WhatsApp 啊、Facebook 嗰啲 sales 嗰啲啦。咁當然啦，又唔一定嘅。不過我意向梗係四十歲留下啦，但係唔一定嘅，唔得即係冇所謂嘅嚇。意向啦因為如果唔係犯嗰個歧視條例嘅，犯歧視。係啊，咁大家如果有咁我哋每日工作七個鐘咁，但係收嘢嘅喎。係啊。因為十三妹嗰陣時去之後做教書啊嘛，佢嗰個係佢翻三點噶嘛，係啊，咁唔係而家呢個我哋收翻兩點半嘅，哦係啊，翻兩點半因為三點就就佢啫，咁七個鐘啦，咁收入啊面耳啦，因為我哋面耳係啦，因為我哋就冇離開度講噶，咁梗係啦，相當唔錯嘅係嘛，好唔錯添，係啊，同埋有咖喱嘅有時會，你都知佢有咖喱噶嘛，有，OK，咁咁啊，有興趣就聯絡84811079啊，有多嘢食喎。係啊，84811079啊。唉，我慘啊，我真係。我琴日咧有個老友拎咗幾隻鮑魚俾我食，都平嘅，都係好食嘅。阿十五虎啊，即係全部都覺得哇好正。但我決定我都唔搞佢住啦。你有冇食啊？你冇食喎。冇。OK。你太多鮑魚貨啦，唔使整咁多鮑魚啦。唔係啊，太過，因為嗰只未夠，佢係好抵食咯。但我真的不想自物鬥窮人那些我不喜歡的、OK? 好了講下新聞先哇我真的有一驚為什麼呢我懷疑我昨天 over 電因為我呢擺了那個脈衝機是這樣我都沒理佢，又看電視走來走去因為袋住個褲袋到嘛不覺可能呢電得太久反正電得太久都攰我電都不知道多少 set、OK? 好了但是真的很正咁英國我就唔講啲 details 啊，咁有啲情況咧，有啲暴動咁樣啦，有啲騷亂啦，或者咁我見到咧有啲人啦，就即係含撚到咁，好似含撚咁開心喎咁哇！特區政府就出旅遊警示嗰啲就係出曬旅遊警示，唔係嗰啲合理嘅，好大鑊咩咁？唔係嗰啲合理嘅，嗰啲合理嘅，佢作為政府咁即係叫你哋注意一下如果去英國嘅時候嘅安全，因為除咗佢之外，你睇下其實澳洲啦、馬來西亞啦、印尼啊、尼日利亞等等等等，好多國家都因應而家呢個情況咧。咁呢個係一個負責任嘅政府嘅做法嚟嘅。咁但係我嗰邊嘅朋友，即係我哋好多啦。咁同我聯繫，其實都 OK 嘅，啲狀況完全都 OK。係咪冇開冷氣啊？呢度其實係咪冇好似冇開冷氣都得嘅，38度喎。都 OK 嘅。咁當然啦，人哋啊，即係假若有啲大城市入邊。有人在衝擊的時候你走過去
咁啊，你自己執生啦。咁但係你寧願咧，即係蘇花咧，其實對我哋唐人啦、香港人咧，咁啊都係啊未有咩特別嘅狀況啊。咁但係隨住事態發展，會唔會有咩咧？喂，睇下我哋咁樣你趁你喺度睇下啦。我哋香港人喺英國會唔會有危險咧？喂，抽下牌。我哋咁樣做節目都慣啦，每一樣嘢都要問一下。咁我覺得冇嘢嘅，我覺得冇嘢嘅。其實好多嘢其實都過猶不及啫嘛。我諗大部分英國人咧都會覺得但都認同啊，呢個世界係要包容嘅，係有多元嘅。咁但係喂，包容同多元就唔係執埋一邊，你偏向咗喂，即係嗰啲所謂嘅移民啦，係嘛，或穆斯林啦，咁就梗係會引起呢啲民怨㗎啦。即係等於其實我認為香港人同我講過一百次啦，同我哋偉大祖國嘅同胞咧有啲即係有啲衝突嘅時候，最主要就係佢香港政府自己即係揸得唔正，執埋一邊啊嘛執法。好，你抽咗咩牌啊？香港人有冇問題啊？個水火記制冇問題，冇問題。水火記制嗱，繼續去玩呢張水火記制冇問題。繼續去玩水火記制。64卦裏面這個咁嘅騷動小問題好快完結嘅就冇問題。O K， 咁我哋用卦象嚟點解啊？水火記制即係過咗河咁啊，完成咗呢件事啦嘛。咁件事即係話俾你聽，嗰件騷動好快完咯。咁咪即係繼續去玩都冇事。O K， 不過你話好冇玩就另一件事啦。好啦，喂，今日我睇見一單新聞咧，我真係覺得咧，我又唔會嬲嘅。其實我而家真係點會嬲咧？但係我覺得咁樣真係。真係好大鑊！嗱，舊年施政報告提出設立呢個國家安全展覽廳，琴日開幕。鄧炳強保安局局長話：展覽嘅開支由維護國家安全嘅撥款入邊支付，所以唔能夠透露詳情。嗱，呢個好大問題啊！鄧炳強參觀後同記者講：未來兩個禮拜就會安排紀律部隊嘅青少年團體去參觀呢個展覽館啦。係，個個都要去睇啊嘛！記者問：喂，整個展覽廳成本幾多啊？鄧炳強就話：因為咧個費用咧係喺國安法政府收入入邊咧撥備出嚟做一啲關於國家安全嘅工作嘅，所以細項咧亦都係根據國安法唔能夠透露。好啦，咁我哋諗，我哋講下先。2020年12月就撥咗80億啊，俾呢個維護國家安全嘅開支。係啦係啦。好啦，2020年12月。去年三月，2023年，最多50億，其實已經係100多億。係啦。OK， 好啦，嗰陣時有人有記者問：喂，嗰啲錢係愛嚟做乜嘢㗎？係佢哋就話因為係要維持國家安全，就唔能夠具體將嗰啲明細講出嚟，即係譬如你話：喂，我買咗10億係武器，20億係請人嘅，跟住置咗唔知咩嘅。咁於是乎可能會將一啲部署曝光，就要影響國家安全。嗱，我當我明啦呢一點。我當明啦。好啦，而家整個國家安全展覽廳就由嗰度去撥展過嚟嘅。喂，咁我真係覺得你可以講喎，我哋用咗1億，因為呢一個我哋即係除非你夾硬要講嘅就係話。我如果講咗俾你聽，我呢度用咗1億，咁你哋咪知道我129億點樣部署其他嘢咯？即係你夾硬要咁講。如果唔係，我唔覺得，即係點解唔可以講咧？嗱，唔可以講，唔可以問咧，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喎。就係啲公帑咧，係完全咧冇監管底下嘅喎。係啊，佢中意點曬點曬。就算 I 記，喂想 check 嘅，你會唔會俾佢 check 咧？因為你涉及國家安全啊嘛。梗係唔會啦，佢都唔會俾你 check。咁我哋當然啦，即係覺得咧，喂。我唔會鬧啦，係嘛？真係咧，我覺得咧，如果鄧局長你聽到啊，政府部門聽到咧，我真係要諗下呢樣嘢喎，係零監察喎，冇啊冇人，絕對權力喎，係啊，絕對權力係咩啊？咪絕對腐敗咯，一定有啦，係啊，一定嘅呢啲嘢，係嘛？哇，梗係好大問題啦，點解唔講得啊？喂，影響國家安全，屌真係嘥氣。嗱呢一個咧，李解生啊啊！姚伯伯咧，最後咧，咁我唔講啦，因為話佢就袁榮光歸香港，因為話佢沒有許可證喺公眾地方度籌款，沒有許可證喺公眾地方度玩樂器兩條罪啊！裁判官徐以薇話佢3番4次干犯同類案件，
官即時監禁18日，同埋要充公佢嗰啲喺住所入邊揾到嘅樂器設備，包括二胡等等。嗱，講真，其實真係冇所謂嘅。而家香港變咗，變咗好多啦，變咗好多，真係冇所謂嘅。你話唔可以就願榮光歸香港，咁就唔該立法。OK， 嗱，根據阿伯伯咧，佢嘅辯解咧就話佢唔係就願榮光歸香港，佢係就願平安歸香港，願榮光歸林鄭。但係阿徐官就認為，喂係你就算係啊，可能會令我始終係旋律會令人哋聯想到願榮光歸香港嘅喎，聯想到願榮光歸香港，犯乜撚嘢罪？仲有你係你聯想到啫，我真係我就覺得係願榮光。佢話願榮光歸香港，咪願榮光歸香港。所以由此可見，根本就唔應該去觸碰呢啲咁嘅事情。係啊，掂都唔好掂。OK， 因為你只會越判越荒謬。係啊，而家開始你根本就唔追。喂，老實講，沒有許可證喺公眾地方籌款，需唔需要屌冧坐十幾日啊？有冇過第二個啊？嗱，呢啲法例你話喺度嘅，嗱，我哋睇翻佢啊。控罪話2023年9月27日同埋10月4日喺觀塘紅桃道隧道行人隧道入邊，一號行人隧道入邊 ，OK， 同埋喺9月27日喺葵青劇院外嘅行人隧道入邊，啊，元朗地9月30日分別喺元朗港鐵站外邊咧，大埔墟港鐵站外邊嘅行人隧道入邊咧，冇合法權限或者解釋，冇警務處長許可證喺公眾街道同埋道路上就玩二胡同埋擴音器 ，OK， 嗱，如果呢一樣嘢係犯法嘅咧？周街咁屯門公園嗰啲拉得，唔係啊！周街啲 busking 係屯門公園嗰啲，點解拉曬？拉曬！佢哋都唔信我哋有許可證。嗱，但係案情就話咧，國安處都係派人，國安處派警員暗中觀察，發現李解新演奏嘅係願榮光歸香港，於是乎就去屋企住所入邊搜到二胡啊、擴音器啊、設備等等等等。而咧被告喺2017年咧有一項相性質相同嘅定罪記錄。嗱，2017年就未有願榮光歸香港噶，可能都係定罪。即係話咩冇許可證喺公眾地方度籌款咯，係咪？係咯。好啦，如果咁講咧，睇翻呢件案咧，即係話佢籌款還佢演奏還演奏，係咯。但係最主要咧，其實都係佢見有國安處嘅人派去睇，就係願榮光威香港，就呢度就捉即係捉到紅線啦，於是乎就將佢拘捕。係咯。屌你老母，咁有乜嘢紅線啊？紅線佢哋講嘅啫。唔係啊，而家我係講緊話呢個世界只會越嚟越荒謬，只會越嚟越玩完，就係因為你即使有呢啲法例，你唔應該立啦嘛。唔係咯。唔係啊，立唔到啊，係唔應該拘捕啊，咪有鳩去就咯。唔係咯。再唔係，我同你講，即係而家呢個特區政府之蠢啊！屌你老母閪，再唔係，屌你暗地裏都得噶嘛，揾阿伯喂伯伯，唔好咁搞嘢喎。咪咯，講兩聲得唔得啊？講下唔使死嘅。唔係講下唔使死，揾佢傾偈，佢有公權力嘅，自然有佢辦法噶啦。咪咯，唔使下下會擺上個法庭度，結果係令到個法庭都越判越尷尬噶。你問我睇，屌你稍為有常識嘅人都覺得多撚魚啦。喂，佢而家就喂，如果佢嗱咁講真，如果佢就手嘟嘟嘟，跟住變奏喎，要幾咁？你有冇講究竟有幾多個巴先可以入嗰只歌啊？先係咪願榮光歸香港定係點樣啊？佢話係係嘅，你而家唔係啊？咁你咪荒謬講講咩法治啫？你話係就係就唔係法治就係人治。而家不嬲都係佢話係係。屌你老味！點解喂？點解啲消費谷唔起啊？嗱，而家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啦，就係香港。屌你老味！即係講真啊，共產黨係一件事啦。你講香港特區政府做緊乜嘢？冇嘢做過。好啦，咁啊，琴日有個香港國際旅遊展嘅營辦團體叫 ITE Hong Kong， 喺5、6月期間喺網上向港人展開為期30日嘅問卷調查，一共收集咗3740份回覆。OK， 咁我唔講到好 detail 曬，因為我要喺15分鐘內完成一次節目。好啦，結果頭6個月。有94.4%嘅受訪者表示至少出境旅遊過一次，即係話3700多人入邊咧，90多%嘅人至少今年上半年出境過一次。嗯。展望下半年咧，接近100%嘅受訪者話最少會旅遊出境一次。嗯。啊，
有當中咧有40% 話下半年旅遊出境都起碼有3次。而比較近舊年同今年嘅旅遊預算咧，60%嘅受訪者表示會比去年花費更多錢去旅行。綜合曬咧 ，OK， 上半年咧就44.1%，就唔係90幾啦，就出外國旅行3次或以上。哇！好啦，咁唔係咁，佢哋睇下佢哋去邊度啦。旅遊嘅地區係中國內地、澳門同埋台灣為最多。咁你話呢個三次咧，或者一次咧，咁我都唔覺得係有咩 surprise 嘅。OK， 好啦，個個禮拜六都去啦。咁啊，但總共咧離境嘅人係500多萬 ，OK， 上半年529.6萬，每個月平均18萬。大量人去外邊消費，咪咯，冇人嚟嘅人少，係咯，或者窮，係咯，外國高消費遊客唔嚟，係咯。屌你老母閪，跟住嗰啲影響係乜撚嘢啊？跟住咪香港經濟蕭條。嗱，你嗱，經濟大蕭條。從來咧，其實零售業咧或者旅遊業佔我哋嘅比例咧，即係 GDP 都係少嘅。但係當我哋泛泛都唔得，我唔好講嗰啲咩葵涌碼頭，唔好講嗰啲啦嘅時候，你呢一啲咁嘅零售業唔得咧，其實最直接影響就係我哋服務性啊，請嗰啲人啊，啲 waiter 啊，即係雖然好多香港人唔做。好啦，租金。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過啦，好多大財團都你不免你都要上市公司嘛，要重新估值。係。O K， 屌你老味。然後我哋個政府咧係做咗乜撚嘢？繼續喺度吹。繼續國安展覽廳。唔係咯。愛國教育習近平主義。係咯。屌你咪去揾水，去揀去柬埔寨。係啊。去柬埔寨。屌你啦尾，越南、老窩，先唔好講佢哋有冇能力，唔好講佢哋有冇能力嚟香港投資，佢做嗰啲特輯咧，就訪問翻喺嗰邊嗰啲香港人，係咯，即係尋找他鄉的故事咁樣，唔係咯，勁搞笑。屌你咪，你仲叫香港？你真係我唔識講啊！你香港都咁樣死啦，哦，叫人哋香港，即係其實講真，即係話意思就係搞唔撚掂啊，揾出路啦，去大灣區啦，去出邊揾食啦。係咪咁撚樣啊？個個叫你淨係識叫你去大融入大灣區啊！唉，我唔識講，即係老實講，去到今時今日咧，嗱一陣我哋咁晏稍後時間會用立秋，立咗秋未啊？立咗啦，8點鐘立。八點今晚立。今朝啊。今朝立秋，就我哋用個立秋八字嚟睇下香港下半年嘅情啦。係。咁我未問你啊。嗯。但我唔想問閪咯，喂。係，梗係啦。係咪啊？係啊。啊！屌你！我又再問啦，咁幾時會好啲啊？我以我推測就起碼過埋2027年啦，要。其實所謂過埋2027年都係相對嘅啫喎，相對而家嘅啫喎。係相對而家好啲咯。係咪真係好都唔知喎？會就去到谷底，永遠都會反彈嘅咁就。唉，最好就係休息陣。